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爱上厨房》，我是 J Lo， 今天教大家煮的就是韩式草莓年糕脆饼。今集教大家煮的就是滋味 kimchi 多士。咁但係咧，最近因為寒風啦，咁第二就係韓國而家都比較興食芝士嘅，咁我就將佢傳統嘅泡菜加埋芝士混合咗落去個多士度咧，希望帶嚟一個新鮮感。咁另外就係最難控制就係個火候咧，要令到喺麵包中間嗰啲芝士溶咧，都需要少啲時間，但係亦唔可以令到個麵包窿。咁喺個火候上面咧就係、是。